老沙，你干嘛放那么激昂的 BGM 啊？哼，我们今天要举办第二次谁是卧底，大家开不开心啊？哼，谁来捧下我的场，这个星期的作业就不用做了。你们都还记得游戏的规则吗？不记得了。好，大家都记得，真棒。爸比，我不想玩那个游戏，太破坏同学感情了。就是园长，你怎么可以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？我们的友情情比金坚，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那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？不耶。石头剪刀布，皮皮善输了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哼，真男人从不选真心话。那你是选大冒险了？但我还只是个小男孩呀，所以我选真心话。在幼儿园里，你最喜欢的是谁呀？我喜欢小丁丁。岳父大人，你就从了我吧，我可以给小丁丁表演舞狮子。臭小子，你竟然想对我可爱的女儿下手！来人，杖毙！石头剪刀布。小一同学，你输了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？我选真心话。你在幼儿园里最讨厌的老师是谁呢？我。没事，大胆点，说出来。你，哎呀，小一同学，你怎么这么不相信呢？一下子就摔倒了，快，我扶你去休息。石头剪刀布，我又赢了。女儿啊，你选啥？我选真心话。女儿啊，你最喜欢的是爸爸呢，还是爸爸呢，还是爸爸呢？我最喜欢稻草人先生啦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